什么活该，说下午好，励志，感谢励志，好名字，我励志捉妖。谢谢点赞的家人们，咱们现在暂时4000赞，咱们点到10万赞，咱就出门降妖除魔，家人们啊！感谢我们这位师傅来了，激不激动？激动，不仅激动，哪里都动。敌不动，我不动；敌一动，咱就动。咱们跟他一起动，全部。动一动吧，此时此刻就动一动小手吧。谢谢我们的最帅送来的大亲吻。看忘了，怎么没通知？啥意思啊？欢乐开怀，哎嘿，玉帝到来，欢乐开怀。旅途哥，你这小词儿整的绝对硬气。你太敬业了，是吧，东东？那你看，必须得干一行爱一行，这个干啥咱得吆喝啥。都疯了，你咋能直播？疯了，在家里不能直播吗？谢谢文龙哥，我就在家里啊，我又不用，我就是疯了，我也不用出去，我就在自己家。谢谢大家的点赞，每天都看你，感谢你，感谢。下午呢，咱们是3点开播，家人们啊，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。晚上呢是咱们的主场，晚上主场呢是8点半开始。好的，顶员打卡吧，嗯，家人们，咱们一起来点点赞，咱们到了10万，咱就出门，家人们啊，现在是1.5万啊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开始了，是的，松哥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今天抖音看到郑州的疫情很严重，这个其实不是严重，而是用最快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蔓延。所以说，大家全民行动起来，听话，在家待着，最快的速度来解决问题，不拖拉，这叫。全网最敬业的主播之一，别闹，波仔，波子，谢谢我旅途哥，感谢我旅途哥的支持，谢谢啊，家人们，咱们一起来点点赞，一起来点点赞哈，2万5了，家人们呢，咱们还是先干到10万，咱就可以出门了，家人们啊，对，郑州加油，没错。这是一种措施，应对措施啊，跟严重不严重不搭嘎，是吧，家人们？唐长老今年多大了？你猜？玉帝上线，响倒一片。看这小词儿整的，我来唠田野，这小词儿，哎呀，这么有才吗？哎，太有才了，家人们。谢谢我旅途哥一直给咱们分享直播间，谢谢哥啊！大家方便的话就可以分享直播间，然后呢也可以咱们那个占个小榜，就送一个小心心，留个榜，家人们哈，送一个小心心，占个榜。谢谢点赞的家人们，37000。我头说又严重了，啊，不是严重，我头，这是一种措施，应急措施，听话，配合，过了这道坎儿就是一片光明。说话好妖妖，师傅说话好妖妖，听我这口条怎么样？妖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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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很，很妖妖。干娘找你，你想干娘了吧？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想干娘了？还干娘找你，说那话讲那鬼故事太吓人了，还干娘找，他都没有播，他找谁去？哎，为了老天爷，谢谢我保长哥哥，谢谢我保长哥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。谢谢我巴掌哥送来的心心相依。你好漂亮啊，谢谢你的夸奖。兄弟们看见没，这点钱没白花，雇来的家人们夸我。再整两句儿哈。谢谢哥哥们，现在是54000家人们，还差一丢丢啊，家人们还差一丢丢，还差不到一半了，到了100000咱就可以出门降妖除魔了，家人们哈。啊，到了100000咱就可以，咱可以找几个小妖精弄几盘菜，这个给哥哥们弄几个下酒菜，让大家伙呢看着去，是吧？喝得更加尽兴，是吧？谢谢模仿唐僧最像的人，多谢您的夸奖，和西门庆一样漂亮。多谢潘金莲你的夸奖，我是你的庆哥哥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夸奖，谢谢你们。全网最帅唐三藏，谢谢我旅途哥啊。虞美人在线，虞美人是谁啊？你跟八戒学坏了。是的，八戒是我的老恩师，我要延续发展我们这个西游家族的这个文化，我们要延续下去，延续下去，把这条降妖除魔之路走下去。唐家辉，你真的太漂亮了，你的徒弟们呢，徒弟们全部自立门户了。嗯，企业文化好，把企业文化延续下去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把我们的企业文化延续延续再延续，把这个骚浪剑发挥的淋漓尽致。家人们，84000了，家人们84000了，还差一丢丢，家人们啊，还差一丢丢，100000赞咱就开场啊！谢谢大哥大姐们，谢谢大家。师傅真厉害，我不厉害。豆妹、罗美人下午都不播吗？对，他们都不播，就我一个人下午会播一场。我是劳模嘛，劳模，以后家人们给我颁个奖状行不行？颁个劳模奖状。不对啊，八戒是你的徒弟啊。哎，现在是我的老恩师，那降妖除魔，那找小娘们是吧，这条小道路一直延续得很好。你敬业。唐劳模，对，取秋吧。100000赞了吗，家人们？100000赞了吗？咱们就准备出门了。哎呦，10万了，家人们啊，准备开场，准备开场，家人们啊。用心演绎，为爱而歌，打造最具魅力直播间，让我们一起携手。降妖除魔，亲爱的家人，各位朋友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Boys and girls， 让我们一起携手捉几个小妖精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多谢小鹿哥。降妖除魔之路，扬帆起航。多谢小鹿哥。
兄弟姐妹们，兄弟姐妹们，我们准备出发吧。好哥哥好姐姐兄弟姐妹，能不能打两个字加油？奥利给，加油。谢谢小鹿哥，感谢上榜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加油啊、哦！来，咱们可以出门了，家人们可以出门了。咱们看看今天第一个上门的是拉一锅，是拉一锅。当当当当当当。万事开头难，哥哥姐姐们，万事开头难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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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你的眼皮肿了，是的，因为我是刚刚起床 ，sorry， 每天下午1:30起床。然后和大家一起降妖除魔，找几个小妖，不是小妖精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小鱼。你好，这个施主好，有点冒昧了哈，有点冒昧了。你好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嗯，没有呀。这个，因为我刚刚开播，我也，好，我们玩一把。哎，就是连麦的时候呢，我就是看看啊，连麦列表里就找一找。有没有熟人？一看没有，但是翻来翻去，所有的头像中，就小鱼姑娘的最好看。我说是吧？看看人家接咱们不？行，那我们玩一把，好不好？您是什么类型的主播呀？我是唱歌主播。哦，跟我一样啊、行。对，那我们就谁输了？跳舞吗？我不会跳舞。哦，就是光唱歌是吧？别的也可以，你说一下，除了跳舞。哦，咱都唱歌呗、是吧？行，可以唱个百万个吻什么的那种高雅一点的那种歌曲。行，可以。可以。初次相识。那我们就百万个吻吧，谁说了谁唱是吧？百万个吻。哎，对。就是。好。这首歌比较高雅一些的。那就跳舞，不会跳舞是吧？那我们就跳舞。哎。不为难人家姑娘，第一次见面。然后一回生二回熟，您说呢，小鱼是不是？行，可以，哎、可以。咱、我能给您点个关注吗？行，那我们互相点个关注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行，那你罚我点啥呢？你也是、百万个吻，你男版的百万个吻，我女版的，好不好？哦，太好了，那我对口型表演，你觉得行不行？对口型可以，可以。对，就对口型表演，我的。扮演的比较媚一点那种感觉。好，没问题，可以。哎，好，好，行。那我们现在是3分钟，就3分钟开始还是怎么样？3分钟，有点短不？重新来，好不好？重新来，你是电脑直播吗？对，我是电脑，是的。哦，那还得等个2分多钟呢，哈。不用吧？用等吗？寒暄两句都到2分多钟。我断开了，然后再连你，好不好？哎，那多麻烦。聊2分钟呗。好。聊一会儿。就是有点紧张，我有点脸都红了，主要是看见性别反转。他们说咱们两个性格反转，你太柔了，然后我太刚了。就主要是你太漂亮了，主要是我不敢说话，有时候。就是我们家人飘萍说：“唐长老，你今天怎么连到这么漂亮的一位女孩子？”谢谢。哎呀，我谢谢，我这。手都出汗了，太会聊天了，真的太会聊天了。所有的，我扒拉了好几遍。哎，我小鱼哥。扒拉了好几遍，终于看到一位。我看你人气很高，是不是啊？人气挺高的。那、哎，不太高，还可以了，挺好的。还行吧，就是互相热闹就行。谢谢大叔，感谢。我们现在先不要上，我们没开始呢。哎，是的，对面没开始呢，叔叔。这个一会儿再上一会儿，说，
说。我们这次就玩才艺的，然后我们下次想一下玩个好玩的。哎，好，这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！嗯，可以。慢慢的，因为我很少 PK， 就是基本上一场直播都不会 P 一次。你跟我一样，我就是，就我刚开播我会连一次麦，然后我就不再连麦了。开播的时候连你是？对，第一个连麦很重要，就是连到好看了的以后呢，后面都不连了。啊，如果连的不好看呢？这个样子、啊、还一直在连，嗯、对。对，连上堂长老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今天是我的幸运日，啊、嗯，也是我的幸运日啊，谢谢。真的，能够看到这么好看的姑娘，语无伦次。不过我觉得她真的很像哎，和那个就是《西游记》里面的唐长老特别像。啊，是吗？哦，对，声音啊，还有就是形象种种的都特别像。哎呀，真好。其实当我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有点像女王陛下，我没好意思说陛下。虽然你今天没有穿古装，但是依然掩盖不住你的气质，你的优雅，陛下。这怎么打？该打也得打啊！我们还有五分钟。你说话呀，陛下。我好像被你迷到了。陛下，哎、陛下，你不说话，我难受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，好不好？开始了。陛下，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开始了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好嘞，好好好。真的入戏了，入戏了。哎。好, 好来开始啊，开始开始。还闭麦吗？闭麦。那我又我们得拉票啊，将近五分钟听不到你的声音。哎呀妈呀，这唐长老怎么变这个样子了？这是唐长老吗？我怀疑。我天哪，你是还俗了吗？没有，也没有。我这唐长老变坏了，为你而改变。妈呀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闭麦了。好，我们闭麦 好不好？好，嗯，好。哎嘿嘿，兄弟姐妹们，这个挺好啊，这个啊。哎，我小鹿哥说对面三宝大哥坐镇哦，是吧？好，没关系，家人们，咱们不接招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小鹿哥，这个有坐镇。主要是也是什么呢，也是第一次连人家，是吧？女孩子嘛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也正常的。嗯，哎呀呀呀呀呀，老田爷，谢谢我保长哥，感谢我哥送来的520，感谢哥，感谢哥的支持，谢谢哥送来的甜蜜记忆，感谢好哥哥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此时此刻大家伙如果能够帮衬帮衬的话，咱们一起来加个油。谢谢我小鹿哥，谢谢小鹿哥的支持，谢谢小鹿哥，师父手下留情。谢谢咱们上榜的家人们，家人们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还有两分来钟，哥哥姐姐们，咱们这是第一把连麦，希望大哥大姐如果方便，咱们一起来搭把手，帮衬帮衬，加个油。谢谢咱们上榜的每一位家人朋友。
人多力量大，家人们，人多力量大。谢谢小鹿哥，感谢小鹿哥的支持，谢谢小鹿哥给咱们的画面，谢谢。还有一分多钟，能帮衬一个眼镜的话，咱们整个眼镜；能有个礼花筒的话，咱整个礼花筒。家人们，一起来搭搭把手，帮个忙。谢谢小鹿哥的小摩托，感谢小鹿哥，谢谢小鹿哥给的画面，谢谢。最后的一分钟，家人们，我勒个老天爷！精彩一触即发，快乐马上呈现。来吧，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携手挠他一下。谢谢潜入潜力股。谢谢咱们上榜的家人们，谢谢上榜的哥哥姐姐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家人们还有二十来秒钟，能守点啥咱就守点啥，家人们一起来守，一起来守，别让对面给咱们挠了，家人们一起守一守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，感谢感谢，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啊哈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，谢谢大跑车的支持，感谢家人们，谢谢兄弟姐妹们，我来唠田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啊，哎好，哎呀，完了，哎，谢谢宝掌哥，我去，哥你这。太给力了哥，我谢谢宝掌哥，谢谢小鹿哥，谢谢勇士，谢谢潜力股，谢谢窝窝头，谢谢我们上榜的所有的家人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家人们，太给力了，咱们打上威武霸气，谢谢宝掌大哥，谢谢小鹿哥，太给力了家人们，太给力了，谢谢宝掌哥，谢谢小鹿哥，谢谢我们的巨龙茶叶，谢谢文龙大哥，太哎呀，开门哇，你家太厉害了，真的太厉害了，请原谅我的造作，厉害厉害，为你点赞、哎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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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嗯、这个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，但是我唱歌的话可能是电脑就是有压缩、啊、试一下好不好，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对面挺有压缩，主要是、嗯、我们也是特别期盼着这么美艳的一位姑娘给我们能够，好，那我来一个百万个吻、嗯、好嘞，稍等一下啊、哦，先生一定是情人，不然我不会爱你这样深，
如果一生缘分只能留个吻，我想像蜜语的没完的男生，我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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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允许你一人，你的眼神像一道闪电划过我心门，我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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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祈祷这一生所有的梦都经过你一眼成真。少女情怀总是使我喜欢你样子，一丝丝的犹豫和一丝丝欢喜，不求你能陪我一辈子，只允许能拥有没完的男生。我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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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所等我又等，等一颗会发亮的青春惊动你灵魂。我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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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祈祷这一生所有的梦都经过你一眼成真。爱晚吻，好，我唱一段。献丑了，献丑了，献丑了！太好听了，家人们。哦，要不你来一段？唱的真好啊！啊、哦，第一次听到如此能够就非常走心的这种唱这首歌的。感谢唐长老，谢谢。嗯、真的，真的，唐长老夸奖，唱的特别好啊、嗯！要不你表演个才艺吗？还是不表演呀、啊？我也来一个吗？太好了，嗯、谢谢谢谢我们的小鱼给的这个。展示机会、哎、不要这么客气，真的啊、嗯！我能连到你，我的人气也长高了啊！谢谢你，哎、你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，老师。好，你来一段。我来个、嗯，我来个什么呢？太会说了，真的是，嗯。我看看啊，我也唱一个吧，好不好？行，可以，嗯。咱们来一个《西游》的歌曲。还会钢管舞吗？你还会钢管舞呢？啥是胸口碎大石、啊、钢筋锁喉什么都来、哎、这唐长老属实有点厉害啊、嗯、炸雷炸雷、啊、钢管舞对啥都来，主要是被人罚多了啥都会，厉害厉害真的。何必西天万里呀、啊，我们一起舞蹈起来吧。桃李芳菲，梨花儿香，怎比我指头春意浓。芍药嫣然，梨花儿娇，怎比我与人红自己。太棒了，真的，嗯。何必西天万里遥？这唐长老的才艺属实是有点多呀，真的多才多艺啊、哎！我们大家喜欢对面的唐长老的，我们可以点点关注、啊。谢谢谢谢、嗯、谢谢一哥啊，对面的好哥哥，谢谢一哥，感谢您，谢谢哥的谢鼎力支持。谢谢谢谢对，确实小玉、这个、特别优秀，嗯，开心就好，认识就是对对对一个缘分，嗯。
好，我也平时不怎么玩，然后以后我们常连好不好？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嗯、好好，没事，咱们以后就一起表演节目呗，是不是？下次叫你跳炸雷好不好？可以，下次你来唱歌，我来跳，我来给你伴舞。好，我来唱，你来伴舞，啊。好好。有时候咱俩一起舞蹈一个也行，比如说咱俩一起舞蹈一个，这个钢管不太合适啊。咱俩一起舞蹈一个，柔情似水。我下次，嗯，行，好，下次我们一起合作，嗯。好嘞，好嘞。好好，拜拜，辛苦啦，拜拜。要走了吗？嗯，走了，拜拜。为什么？美好的时光总是显得这么多的短暂。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遇，唐长老。再见。照顾好自己。哎呀妈呀！你还是舍不得走啊？要走了还要再来一句。再见。走这么快吗？还哎，走得太快了。谢谢毛掌哥，谢谢小鹿哥，谢谢我们的巨龙茶叶，谢谢我们的文龙大哥，谢谢上榜的所有的好哥哥好姐姐们，谢谢大家，太有画面了，家人们。老老给力了，家人们，今天扬眉吐气了，兄弟们，咱们洋气了。谢谢宝掌哥，谢谢宝掌哥，今天确实洋气了。开门红，对，今天确实是开门红，开门大吉啊。咱们再出去溜一溜，找一找。问心无愧最自在，和我一起来采青菜。打野啊，好，先看看有没有推荐的，家人们啊，先看看有没有推荐的。找一些新朋友吧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，找一些新朋友，直接给咱们挂了。说什么活该，说什么未来，一切都靠自己才精彩。日出日落一代又一代，经过多少成功和失败，花谢花开不用来感慨，想做就做最痛快。这个推荐列表里不行，人太少了，满屏指挥官。谢谢大家帮我推荐啊，谢谢大家帮我推荐，下午还真不好连，家人们，找一个合适的对手真不多，说实话。这个狠心的女人，昨天连你连不着，这家给我急的呀。昨天是我连你连不到吧，你一直在打 PK， 然后他们说你打野去了，我跟你说你挂了麦以后，你说让我等你，
我挂完以后我就看你，不，我挂完以后我看你连八戒了。嗯，八戒连我，不对，对，连上了。 对，所以说我那会儿一看你去连八戒了，估计错过了。你就吃醋了？不是吃醋了，你这，我怕他，你这心胸就这么一丢丢吗？我怕他跟我抢你，落入他的手中没有好下场。首先你要自信，光颜值这一点你永远是这个。不，他的肠啊，鼻子啊。这我哪知道啊，他鼻子长啊，他见人他就小宝贝儿来，不是小娘子，他老整这个。但是玉帝哥哥，这个咱俩认识在先呐。是不是啊？他不仅长，他还大呀，他耳朵大呀，他。哦，又长又大的。对，又长又大，那谁能受得了？太厉害，太厉害！但是我的心在你这儿，不然的话，你看我一上来就连你，结果你去找别的小娘子。你刚开播吗？我不啊，我都快下了都。哦。连完这把我就。那肯定是刚刚去连麦了，我没看到你。刚跟嘉老师玩了一把，今天穿的倒是挺凉快，确实天热了是吧？主要是为了见你精心打扮。你不要骗我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昨天你穿的都比较凉快。昨天我穿毛衣。昨天穿毛衣，今天。对呀。反差挺大呀。那要看见谁呀。是啊，是啊。主要是心里想着今天一定可以见上你。哎呀，是啊，我都寻你找你，终于把你看到了。嗯，是吧？是，又喜欢师傅了。八戒家的家人们太可爱了。啊，他是八戒的。啊，兄弟们放心吧，八戒我们哥俩不是，我们兄弟俩也不是，我们师徒二人谁的谁的不是谁的，是吧？都是我们俩的。嗯，昨天给八戒生小孩了。对，是的。啊，还生了一个小孩。我想要为你生个小孩。啊，我们师徒俩还分彼此嘛，是不是？他们说妖怪移情别恋了，大哥。对，八戒现在可是我的老恩师，他往前冲我断后，有时候我断后他往他断后我往前冲。嗯。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玉帝哥哥，我的目标，你今天来找我做甚呢？对，做甚，我的目标就是紧跟其后。我就沿着他的脚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八戒连谁我就紧跟其后，我就连谁，他连谁我就连谁，挖他的墙角，就挖他的墙角。这么多八戒的。对，现在也会聊帅哥了。对，主要是跟玉帝哥哥太熟了。对，洛洛姑娘，以前你忘了咱们俩第一次连的时候。对啊，你好。啊，咱俩打一把呀。好的。是的，我第一次连玉帝哥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。嗯，那我们来个才艺局吧。一动都不敢动，我跟你们说，把我吓一跳，可害羞了。嗯，把我吓一跳。我昨天跟这个八戒哥连的时候，也是整首歌一唱完，我整个脸从这里红到脖子根。为啥呀？难为情啊！你跟他又不是第一次连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唱这种歌的时候，他要我唱那个传奇，把那个最后两个字改成那个。哦。然后我就脸，我不知道从这里红到脖子根儿。那我知道什么原因了，爱情来了。我心术不正是不是？不是，爱情来了，怦然心动了。所以你才会脸红。如果你不在意的话，你就不会脸红；你一在意的话，你才会脸红。没有没有，我唱那个的时候想的是玉帝哥哥。你讲这鬼故事太吓人了，你讲这鬼故事，我信了你的邪。我嗯，
人家说真话你又不信，我只能借用我们的口头禅送你三个字，去游吧。蒙谁？这个我真心是这么想的，我跟你说。好吧，我暂且就相信你的话语了。我也是这样相信我这样想的，你就骗我吧。其实你骗我我也不在乎，只要我能得到你，不是你，我能够把我送出去，你就是骗我，我也认了，我也认了。嗯，不不不，我骗谁我都不能骗玉帝哥哥。你就骗我吧，骗我上床，不是骗我那个，骗我，你就蹂躏我吧。我骗谁我都不能骗你。嗯，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，你得到我的人得不到，最近得到你的人得不到你的心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嗯，心永远是你的，玉帝哥哥。不，心不是我的。难道在玉帝哥哥眼里，我还算不得国宝吗？你不是国宝，你是掌上明珠。托在手里怕掉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嗯，真的呀？对，是的。哇，那我是、真的是有点轻飘飘的感觉了。我不在乎你在意谁，我只在乎你今天是属于谁。嗯，此时此刻是属于玉帝哥哥的。对了对了，你那个心就飘去吧，我不在乎。嗯，管他呢。他们说我花心了，说话都语无伦次了。哎，你不要听他们说。这个洛洛一直是很专一的。对，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，明天是明天。洛洛是个好同志，我是知道的。嗯，我是知道的。昨天你是没办法，是被逼无奈，我知道的。对，我后面你们不知道有一个架子在这里搓着呢，没办法。对，啊，几万人看你，你不得挺着点吗？你不得，嗯。对，我昨天是被逼无奈。曲秋吧，好像就河南人听得懂。竞争力也很强，你知道吗？是三个女孩吗？对，三个大美女，另外两个大美女在那儿，你说我竞争不强吗？哦，我说呢，对不对？我说呢，那肯定了。那不是我本意啊，玉帝哥哥。我知道。你要知道，我原谅你了。好，我原谅你了，那就让我存了你吧。以后就这么着吧。走出去大家都明白哈。是的，所以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但是我也是这个经常用小号在看你的。我看你这每天这个花姑娘那个我都吃醋了的。花姑娘我从来不连花姑娘，我只连小妖精，但是除了你是我的陛下之外，他们都是妖。你说的？我说的。你就是陛下，截屏。你就是陛下，他们都是妖怪。妖怪坐稳了，坐稳了。妖怪，昨天也坐稳，今天也妥妥的坐稳了。对，为什么你是陛下？可以。你的宝座，你看你的宝座，你看你的宝座。你看我，为了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地位哈，我特意把这个宝座给搬过来。对，对，虎哥说的对。正房不正房咱不说，胡哥主要是人家这个气质拿捏的好，宝座往那一坐坐的好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这就是去秋吧。嘴真甜。完了，洛洛也学会了。完了，咱们家的口头语被他们学完了。师傅就什么师傅色就不正常了，变味儿了。我玉帝哥哥永远不色，你知道吗？他只是没办法被那些妖怪给霍霍的。对，你们不要这个样子，动不动师父就色。他有的时候被妖怪是上身，他没办法。是，我只是他的心在我这儿呢，他永远在我这儿。对啊，我只是想把这个西游，我的老恩师八戒的这个骚浪剑延续下去而已。我俩玩什么？咱得办点正事吧。那就对，输了。昨天八戒让你唱啥嘞？老婆最大。他
不是让我唱的，是我当时他说露露你这个才艺挺好的，唱一首你的专业歌曲。我一想那两位已经各种表白的，我在想我不行，我得、我得迎难而上啊。你唱了一个老婆最大。对，然后我就灵机一动，我说我要表明一下我这个身份，我这个地位哈。嗯，然后我就把歌唱了。那我们也直接把我八戒歌唱的直接掐人中。那我们也听听吧，好吧？好的吧。嗯，没毛问题。你唱老婆最大，待会儿我唱一首唐长老最大。嗯。好，我闭麦，玉帝哥哥。好好好。来，我们开始啦，欢迎一下望月。谢谢点赞的家人们，点赞的哥哥姐姐们，受累了，受累了，家人们。让他顺利得到你。开玩笑，家人们啊。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笑一笑，十年少，开心快乐最重要啊！灰老弟你好，平原，平原哥你好，感谢您的到来，谢谢小鹿哥您的加油。你们俩的前奏够长啊！是的，是的，这个前奏，咱们还是那句话，家人们，每次连麦。30分钟的连麦，5分钟的 PK， 其余的时间就是前奏和展示才艺。谢谢我托天大哥的支持。所以说，每天下午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，咱们就连4个主播就够了。1个小时连俩主播。师傅没有睡好吗？是，昨天这个没有睡好，今天起得又早。为啥起得早呢？因为今天做核酸了。谢谢大哥大姐们的支持，谢谢师傅唱你是我的人。谢谢逆袭哥，欢迎哥回家，感谢逆袭哥，感谢哥啊，感谢哥。这个一睡不好啊，家人们，我这个眼睛啊就有点肿，这没办法，家人们，没办法。感谢上榜的大哥大姐们，辛苦了，哥哥姐姐们，辛苦大家了啊！能帮衬一下的话，咱们一起来送一个小心心，家人们，完成咱们的加成卡，送一个小心心。前奏很重要，对，送一个小心心，送一个小心心，家人们，送一个小心心来完成加成卡。谢谢谢谢谢谢我宝掌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我宝掌哥的支持，谢谢谢谢小鹿哥，谢谢逆袭哥，家人们，咱们给上榜的大哥大姐来点关注啊，送一个小心心，家人们，送一个小心心，尽力能够完成它。八聊，加成卡完成不了，所以说希望众筹的力量了，那就谢谢大家，还有1分多钟，哥哥姐姐们，咱们小眼镜、小礼花筒，咱们帮衬帮衬，一起来加个油。谢谢小鹿哥，谢谢小鹿哥的大跑车，谢谢小鹿哥，感谢小鹿哥。谢谢咱们这位醒悟的粉丝牌，谢谢醒悟。天天这样看美女，眼睛不肿才怪呢。你说的真好，我宁愿眼睛一直肿下去，我也不会改变的。还有1分钟，家人们。能帮衬一下的话，咱们人多力量大。有眼镜的话咱整个眼镜，有热气球咱整个热气球，有什么礼花筒、飞机大炮，咱们一起轰炸一下。谢谢王掌哥，
谢谢谢谢。惩罚是什么？唱歌。我去，不知不觉中，咱们的血条慢慢上去了，家人们。谢谢宝掌哥的支持，谢谢上榜的家人们，谢谢。希望就在前方，感谢哥哥姐姐们、兄弟姐妹们呐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Ladies， 谢谢我九哥，谢谢我小鹿哥，谢谢家人们。哎，太给力了，哥哥们，真疼咱们啊，家人们，哥哥们太疼咱了。谢谢宝掌哥，谢谢小鹿哥，谢谢我九哥，谢谢逆袭哥，谢谢飞虎哥。谢谢沐浴寒冰，谢谢托天大哥，谢谢锋芒哥，谢谢释放自己，谢谢手机用户，辛苦了各位大哥大姐，受累了，受累哥哥姐姐们，感谢兄弟姐妹们，咱们打两个字，拿下。火了，全是大哥呀！哥哥们太疼我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全是大哥呀，这咋的打得过？这啥条件呀？这家里、啊？因为我哥哥们心疼我的身体，他们说：“小唐啊，你辛苦了，每天都找这么多的妖精，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？”我说：“还行，哥，我都挺着呗。”他说：“哥哥们在。”保护你兄弟，不能让你太劳累，你不行的话就让哥上。我说哥行，每一个妖精你们先上，我断后。怎么说，我也是玉帝哥哥的正房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你是这打得有点鼻青脸肿的、兄弟们，对面是女王陛下，但是打得我鼻青脸肿的，万不得已的时候陛下也该送也得送出去啊！我天儿，兄弟们，这年头妖精们，你们可能是尝了不少了。今天这个陛下就是你们的了。你想听那首歌啊，还是想换一首啊？你会唱不吧？唱什么？老婆最大。我当然了，当然了。那你会不会唱那个《心与心愿》？啊，那我唱这么，我要控制我积极。那你唱《老婆最大》吧。好，是的，九哥，这个好看。九哥啊，这个确实好看。玉帝哥哥，准备好喽。挺住，记住我是谁，我想要为你画个小圈，把我们俩围在中间，咱俩的感情像条线，你发财，不用你当官儿，这辈子就
听，来吧。谢谢我们王相，哎，这个是对面的哥哥啊，保长哥，王保长，感谢我哥哥，感谢大哥的医药费啊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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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听够呢就没了。这个可以生了，这个、是九哥，嗯。哎呦我的妈！真不是一样的，哦、唱的真好啊！谢谢，好听啊！好听！这首歌你拿捏的这个味道是确实可以的。我说，八戒为什么要抠自己的人中呢？直接掐人中了，八戒哥哥。你太可爱了，他的掐人中太那什么了，我直接就谢谢。我比他狠。这个幼稚点。感谢我孟长。幼稚点。我比他狠多了，我吸着羊都不放过你。弟弟哥哥，你这每日这个也要翻翻牌呀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轮不过来。不，其他的都是妖精，我这任务是降妖。嗯，你看最近咱俩，你过来，我这边没连上；你连过来，我这边没连上，是不是啊？哎、这不是今天好多天过去了。今天这不是续上了吗？嗯。哎呦我的妈！谢。这个、你给我们表演个节目嘛？我来表演一个。嗯，我来表演一个，能不能这样？您给我们来一个正儿八经的民歌啊！啊，可以的呀。因为什么呢？咱们平时啊，这个还是我觉得洛洛姑娘人家唱民歌呢，绝对是一绝，家人们，这是专业的老师级别的啊。谢。我来一段啊。咱俩能和什么呀？你觉得？和啥好像不太好，不太。何必西天万里遥，你会唱吗？会呀。那我就唱这首吧，好不好？那个呢，晴空月儿明呢？不会，女儿情也会，敢问路在何方也会。敢问路在何方？好，那就听敢问路在何方，可以吗？是的，给咱保长哥来一个。嗯，我先唱了。对，特别感谢保长哥。对，你先唱是吧？可以，哎、可以。我先唱，我得展示展示我的才艺啊，是吧？好。嗯，光说不练假把式吗？这么大方。哎，啊，在这儿呢。唱一首我自己的歌，兄弟们。流水下山非有意，片云归洞本无心。人生若得如云水，铁树开花遍界春。
这么好听啊。好的啊，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歌。太，我这不是更爱你了吗？哎呀，你看小词儿写的硬不硬？下播了给悠一块唐僧肉让我。待会儿悠一块唐僧肉给我。好嘞，没问题的。嗯。多才又多艺，这个哪里去找这么优秀的这个玉帝哥哥？太棒了，太牛了！再唱一遍，再唱一遍。咱俩上西天吧，不是取经去吧？好，歌名叫《金蝉子》，家人们啊，《金蝉子》。对，送给我们两边的家人们哈。好嘞，送给咱们宝掌哥、小鹿哥、九哥、逆袭哥。啊，谢谢大哥们。悟空，来来来，随为师西天去也。哦，师父，上马，师父。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，迎来日出，送走晚霞。踏冰坎坷，成大道，刀把艰险又出发，又出发。小鹿哥，小鹿哥，咱不用骑马了，开车去。保时捷。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，迎来日出，亮起双眶，红云雷电，人驰。为师的白龙马牵过来。哦，是师傅。马儿都瘦了。悟空，我们走。祝福，谢谢大家，对面哥哥的医药费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嗯，辛苦了，玉帝哥哥，一身的汗呐。你唱，你唱一首歌，把我给累不轻了。这个晚上好好
安抚一下。是的，晚上我等你，你一定会再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。等我吧。好，真不行了，配合的好，谢谢大家。辉总找到的都是好货。我走了，一路畅通。好嘞。嗯，那咱就越来越好，散伙吧。好，恭送陛下回宫，小僧暂且告退，有缘我们晚上再相聚，陛下晚上等你。缓一下，家人们，骑马骑累了。为啥骑马骑累了？那马儿太瘦了，禁不住我庞大的身躯了。帽子该有味儿了，每天都得晒一晒啊。师傅，取秋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！大哥，招的，招的，宝贝儿。哎，这是什么妖怪？这是？我怎么一看到他我就想撩他？怎么回事？妖怪要疯了吧？妖怪！妖怪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你要再这个样子的话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我非得，我非得亲自去想你一下不行。哟，还要亲自来想我一下？对。他唱了一首歌，刚刚，嗯，唱的是啥呀？你唱的啥歌呀？我唱了一首。哎呀，怎么连上以后，你就知道我唱了一首歌。这那个啥？可多了，歌名叫《金蝉子》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！你们给我回来，叛徒！挺好听。你们给我回来，哦、叛徒！是师傅叛变过来的哦，是这样的。欢迎欢迎欢迎！我们小玩一下吧，玩个榜一百的行不行？打个金货道具。咱们弄个榜一千吧。一千看不了。最多打榜两百，最多两百，一千看不了。哦，就是玩一下，就是想玩一下。我也知道你打不过我，总票我不跟你打了，因为你都打不过我了。我现在飘了，这是个妖，飞起来了，这是个妖孽啊，家人们。主要是我怕你每天输也不给力，是吧？咱们就你那个美醉西鱼是啥意思啊？鱼戏最美，好不好？你会不会看字儿？不是，它反着读吗？还有一个，武威哥大，你哥才大，我就是不小，那我就不知道。三丈嘛，唐三丈嘛，他都是他带我的，你们听到没？每次都是他带我的，都把我带沟里。我们来比比道具吧，你都有些啥道具啊？我看一下，比如说眼镜类的，那是个啥？眉笔、唇膏、口红、茶杯。师傅，你看这个钻石，那玻璃球啊，大不大？不大的话，这个行不行？你不要拿一个玻璃球子来骗我。这是钻石，永恒不变的，代表我对你的。往哪儿钻？还钻石？你看它闪闪发光，再闪也没有你闪。不灵不灵不灵。还有，对吧？行。能不能打个榜一百？实在没人接我，我已经连了好几个了，没人接我的。玻璃也不是，是塑料的，是他包长哥，拿一个破塑料子给骗人，拿个破塑料子骗人。哪要九块九？明明是五块九。
来吧，行，可以接你。输了干啥？嗯、反正是娱乐呗，玩呗，热闹。我看看你有啥东西，我想要你一个那个，你不是有一个化缘的那个波吗？啊，有。那个，我看看。干啥？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输了寄给我，输了就现在寄不了快递啊，我们这都那个什么了。哦，你疯了是吧？对。你疯了？对。输了，让他把红衣服寄给榜一大哥，这可以。他们刚刚就在这儿想要红衣服呢。红什么衣服？叫红肚兜子呗。都在这儿拍卖呢，我拍卖到了20000呢。师傅太老实了，你看看我们家人说，师傅太老实了，我就是一个好人。想夺我的饭碗，那要么就是没那么容易。想夺你饭碗，那咱们就走个秀，穿尾数件衣服走秀。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就是打榜一百，然后最后血条的尾数，比如说是0，就是穿10件；是9，就是穿9件，就是、走秀。你的葵花宝典不少啊，你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凝聚力呗，就是打凝聚力呗。是吧？试一下，我也得试一下。然后他那个打完之后要截个图，不然怕他们那个截个图，然后给大家看就行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榜一百就是一票。我们昨天第一次打，我们昨天第一次打，我榜一百也是一票。现在，好吧？你打过没？之前打过。完了，我觉得我声音有点哑。那我打过。可能今天要输给你。那我们挂了10分钟开始，好吧？10分钟太长吧，5分钟吧。那挂了连，好，5分钟。输了干啥呀？输了不是，输了干啥？让我走秀，穿10件衣服走秀。我输了干啥？你说呀。一样。5分钟打榜一百呀。一样。一样啊，也走秀啊。对。你能不能来个别的，剧情一下？那你输了，我给你发5个成语，你给我们演，让大家猜。你是没有罚到我是吧？昨天对，是的。擦地板，你们能不能把这事儿忘掉？好，5分钟不够，可以了吧？我也觉得打榜一百5分钟不够。你想想，100个人呢？是100个人啊，就是100个家人朋友可以帮忙。哦，你就这么喊一句，他们就全部就送啊，然后就完事了。是啊，多长时间是多呀？算了，我换一个，咱们还是打总榜吧，或者打榜十吧，别打榜一百了，我这铁定输呀！你这么说，不敢了，害怕了。10分钟是吧？好，10分钟，行。好，挂了连。10分钟好吗？10分钟，家人们，10分钟是不是有点长啊？榜一百，谢谢，欢迎我九哥，可以，榜一百，我看啊，可以设一个眼镜心愿单，哦，可以，好，明白了，哥哥姐姐们啊，好，眼镜心愿单，又学了一招啊，明白，好。公屏集合，走一波！我们把榜一百3个字打在公屏上，大家打了不要离开直播间，不要隐身，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打榜一百，谢我天哥，咱们现在有礼花筒！天哪，我榜一百要喊礼花筒！谢谢我止水，谢谢止水哥，家人们，咱们设一个心愿单，小眼镜啊，家人们如果能帮衬的话，咱就送一个小眼镜就可以，家人们，这个。带着哥哥姐姐们，咱们也玩耍一局。谢谢大家，送完眼镜以后都别走，家人们啊，咱们送一个眼镜。谢谢卢姐，谢谢秋风，谢谢无奈，感谢所有上榜的大哥大姐。现在是7个眼镜，能够送100个眼镜，打完走了就没了是吧？谢谢我逆袭哥，家人们送一个眼镜就可以。现在是14个眼镜。拜托各位大哥大姐，如果没有眼镜啊，哥哥姐姐们，咱们就送一个那个什么就可以，送几个小心心就可以啊，多点几个小心心就可以了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
但是尽力而为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尽力而为，家人们，咱们现在打到了榜多少了？我看一下啊，家人们，我看一下，打到了榜33，还差70位家人，还差70位家人。如果能帮一下的话，上完榜以后不要走，家人们，咱们坚持个8分钟，坚持一个8分钟。其实打榜100，咱们打的比较少，家人们，也是体现出咱们凝聚力的一个机会，家人们。所以说，大哥大姐们，如果包包里有一个眼镜，咱们就送一个小眼镜来给支持一下。谢谢我保长哥送来的流星雨，谢谢哥，送一个眼镜就可以，家人们。没有眼镜的话呢，咱们就送几个，多点几个小心心，包包里能多点几个小心心，咱就多点几个小心心。感谢大家，咱们现在榜41了，家人们，榜41，咱们现在是榜41，所以说哥哥姐姐们，咱们还差60位家人帮咱们助力，还差60位家人。谢谢我逆袭哥，谢谢哥的支持，谢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哥，感谢感谢所有送来眼镜的大哥大姐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让您受累了，哥哥姐姐们，让您受累了，家人们，谢谢上榜的每一位哥哥姐姐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大家送来的眼镜，感谢哥哥姐姐们的支持，谢谢，谢谢送来眼镜的大哥大姐，辛苦了，家人们，辛苦了。这样，家人们，我发几个秒包，大家抢一下啊！发几个秒包，大家抢一下。这样的话，这能多点几个小心心，能多点几个，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啊！咱们发几个红包，大家抢一抢。大家抢一抢，抢到了以后帮忙给送一下，家人们啊！抢到以后帮忙给送一下，大哥大姐们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谢谢。能多点几个咱就多点几个，哥哥姐姐们，这样的话也是给咱们帮忙做一个好的数据。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大哥大姐们的支持，辛苦了家人们，辛苦了辛苦了。眼镜家人们，眼镜占榜，眼镜占榜，现在是五十四个眼镜，家人们，五十六个眼镜，咱们就送一个眼镜就可以，家人们啊，就送一个眼镜，就送一个眼镜，家人们，就送一个眼镜就可以了。咱们现在榜已经占到了57，还差43位家人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有眼镜的话咱们送一个眼镜，家人们，现在还差40位家人，有眼镜的话帮忙给送一个眼镜，哥哥姐姐们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家人们。最后的5分钟，咱们是有希望的，哥哥姐姐们，咱们是有希望的，能帮衬的话咱们一起来帮一帮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谢谢谢谢咱们上榜的哥哥姐姐，还差60、67，还差33位家人，谢谢欢儿，谢谢家人们，还差33位家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还差30位家人，家人们，送一个眼镜就可以，送完以后先别走，哥哥姐姐们啊，送完以后先别走。送完以后先别走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您的眼镜，感谢哥哥姐姐们，谢谢家人们，还有4分多钟，家人们，咱们还差30多个眼镜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哥大姐们的支持，送一个眼镜就可以，家人们，送一个眼镜来给支持一下，送一个眼镜来给加个油，谢谢大哥大姐们的支持，谢谢。送完千万别走，哥哥姐姐们啊，千万别走，还有四分钟，兄弟姐妹们，咱们坚持一下，坚持4分钟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哥大姐们的支持，谢谢。没有送过眼镜的话，咱们送一个眼镜。打的是榜100，家人们，谢谢谢谢。送一个眼镜就可以，家人们，送一个眼镜，谢谢大哥大姐们的助力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感谢感谢，还有4分多钟，家人们，咱们坚持一小会儿，坚持一小会儿，哥哥姐姐们。还差20个眼镜，家人们，还差20个眼镜，哪位哥哥姐姐方便的话，咱们一起来帮帮忙助力一下，还差20个眼镜，家人们，坚持一会儿，哥哥姐姐们啊，送完眼镜千万别走，千万别走，家人们，走了以后就不会显示了，家人们，我的个天哪，家人们，还
就差18个眼镜，家人们，就差18个，咱们再努力一下，咱们榜100能够打到眼镜了，家人们，还差18位，家人，还差18位，家人，哥哥姐姐们，就差18位，家人，家人们，就差18位，家人，今哥哥姐姐们走过路过，咱们帮衬一下，帮衬一下。他打棒棒糖，他打了棒棒糖哦。家人们还差18个眼镜，还差18个眼镜，家人们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哥哥姐姐们的支持，谢谢，就差18个眼镜，送完以后千万别走，家人们千万别走，拜托大家，拜托哥哥姐姐们，还有3分钟，还有3分钟，家人们还有3分钟，坚持一小会儿，家人们待会儿给大家发福袋，还差9个眼镜，家人们就差9个眼镜，就差9个眼镜，家人们就差9个眼镜，给大家发红包，谢谢大家，千万别走，家人们啊，千万别走，千万别走，拜托各位大哥大姐们，千万别走，家人们可以抢抢红包，谢谢哥哥姐姐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就差9个眼镜，家人们就差9个眼镜，千万别走开，家人们啊，千万别走开，我去，太给力了，家人们，咱的凝聚力太给力了，家人们，100位家人，100个眼镜，家人们，太给力了，太给力了，太给力了，就差5个眼镜，家人们，就差5个眼镜，没有送过眼镜的话，帮帮忙送一个眼镜，家人们，就差5个，就差最后5个眼镜，没有送过眼镜的话，咱们送一个眼镜，哥哥姐姐们，就差5个眼镜，就差5个眼镜，感谢大哥大姐们的支持，谢谢，千万别走开，家人们，千万别走开。感谢感谢感谢，漂亮，家人们，眼睛已经补齐了，家人们，眼睛已经补齐了，咱能补票的话咱们补补票，家人们，能补票的话咱们补补小心心就可以，家人们补补小心心，感谢家人们，补补小心心就可以，能多点几个小心心的话咱就多点几个小心心，帮忙补一补，家人们帮忙补一补，谢谢上榜的大哥大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谢谢，送来所有送来支持的家人们，谢谢大家。最后的50秒钟，坚持一下，家人们，坚持一下啊！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，给大家发红包，给大家发红包，谢谢大家。辛苦了，哥哥姐姐们，辛苦大家了，辛苦大家了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受累了，哥哥姐姐们，受累了，受累了，受累了，家人们，受累了。我看看咱们现在榜100是多少票，家人们啊，能多点几个小心心，咱就多点几个小心心。送完眼镜的家人们，能多点几个，咱就多点几个，点到100。点到100票，点到100票，太给力了，哥哥姐姐们，太给力了，谢谢哥哥姐姐们的支持，辛苦了，哥哥姐姐们，肯定拿下了，家人们，100，100，咱们榜100是100分，100票。再次感谢宝掌哥，谢谢小鹿哥，谢谢逆袭哥，谢谢九亿九哥，谢谢喜哥，谢谢我们的这位好朋友是 boy 秋，谢谢我们的止水，谢谢 UQ 啦，谢谢释放自己，谢谢无奈，感谢上榜的所有的哥哥姐姐们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家人们，辛苦大家了。好嘛，对不对？让他嘚瑟一下。太给力了，家人们。谢谢所有家人们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对。
榜一百没问题了。是的，包长哥，是的，包长哥。哎呀，这比拿下比赛还高兴呢，家人们。开心吧？感谢我吧。太给画面了，家人们，太给画面了。先放他一马。你知道我们榜一百，我兄弟秋哥哦，秋哥，好的，谢谢秋哥，谢谢秋哥，感谢秋哥。榜一百多少票？直接说，眼前你们榜一百多少嘛？一百票。发给我呀，我发给你了。牛逼啊，厉害呀、啊！我九票，我喊的棒棒糖。哎呀，谢谢！哎呀，我第一次打，昨天喊那个，哇，真的是一百，他发给我了。你喊棒棒糖，你肯定死了，你肯定。没打过吗？人家第一次啊，你不让着点儿。雨熙太狠了。我还狠，我这样子帮你那个喊，你还说我狠。来吧，开始你发给我吧。谢谢谢谢秋哥，谢谢包长哥，谢谢小鹿哥，谢谢九哥，谢谢逆袭哥。下次打，下次我们就知道了。第一次给你了，哎呀，我的老天爷，第一次都给我了。我们家人好多说第一次都给我了，我咋弄啊？我给你们生个孩子吧，哥哥姐姐们。不是有个唐小西？啊？没事儿，我大哥在，没问题。是的，秋哥，是的，秋哥。不是有个唐小西吗？是的，秋哥。嗯，感谢感谢。对啊，我们凑齐已经很棒了，我们第一次打已经很棒了。来吧，打我吧。好。舞蹈表演成语，让我们猜，猜对了以后。舞蹈表演不是动作表演吗？形体，形体，形体。你是跳舞的，你不得用形体，还有你的语言吗？你发吧。第一个。师傅喊的是墨镜，凑不齐。是不的，嗯，是的，逆袭哥，嗯，什么成语？我来一个啊，成语。他喂给我就行，第一个。好嘞。可以说话吗？这个？可以。就大家猜到了就可以说，可以模仿他的形体和叫声和动作。你放个音乐吧，那我们两边一起来猜一猜。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是汪汪汪，第三个字，第四个字，鸡犬不宁。哎哎，有人打出来了，什么鸡飞狗跳啊？第二个字是汪汪汪。啊，鸡犬不宁，好，可以。啊，有了有了，鸡犬不宁。好，下一个。嗯。下一个，试一下麦。哎，头疼，真的是，妈呀！为了做个惩罚，我容易吗？我。来吧。这个。这个是真好，上哪儿去？哦哦哦哦嗯哦嗯，这是个啥？没猜出来吗？什么鬼霸王别姬？什么鬼成语？咱们家已经猜对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家已经猜对了，但是不要告诉他们哦。你这都死不瞑目是什么？死不瞑目？猜出来了是吧？答对了，有一个答对了。好，死不瞑目。嗯。来一个，能不能整点好的，吉利点的？你这三个字儿，先是鸡犬不宁，然后死不瞑目的，嗯，你想让我干啥呢？你，嗯，
挥刀自刎，死而复生。你们的那个成语的那个也是挺优秀的啊。好，来吧。哦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。嗯，我想一想。猜出来了是吧？满屏的掩耳盗铃，这太简单了。你而且你也没有说不许那个，还有最后两个，简单点麻烦你。好嘞。简单好好猜一点是吧？这简单，嗯。简单一点。这个是用来形容我们师傅的，他一天天的勾引那么多的小三小四小五。下什么？汪汪，我狼心狗肺，对，猜出来了，看到了，好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谢谢保长哥。你看，保长哥都说你狼心狗肺，见一个爱一个，好了吧？对呀、啊，哇，这个看不到，这个字儿估计看不到哦，这四个字估计是被屏蔽了，因为我是电脑播的。最后一个看不到，这个估计也打不出来吧？可以，那我试一下啊。我们家猜到了就算，好吧？这个今天师傅把我打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个什么妖怪，这是一个我就让你赢了我一把，你看、哦、谢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、这个、我也觉得这个不是成语，这但是他打出来了，你们也猜出来了呀，为啥不是成语？屁滚尿流，这是俗语，俗语也算成语吧，嗯。让妖僧唱歌，嗯，唱一下你的那个什么，金蝉子，银蝉子，金蝉子，金蝉子，金金金。要表演是吧？银蝉子，银蝉子，银银银。我来唱，你的伴舞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古风的。行，我试一下。那我今天。我怕你的歌太正气了，我今天有点妖娆，会被惹到，把你那个啥。再唱一遍，再唱一段啊，送给大家。多谢兄弟姐妹您的支持。
心追凡尘，世事轮回不曾恨，修成正果入佛门，艰难万险顺人文，唯有金兰伴孤身，天道轮回绕过水，从此不再有贪嗔。破壳重生一往情深，无所畏惧只为修真，披荆斩棘四海为真，因果轮回不渡凡尘。谢谢大家的掌声，感谢有小鹿哥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那是不是可以在某狗某某某某上面可以搜到这首歌？谢谢两重天，可以搜到，可以搜到。嗯啊，金蝉子，好听的这首歌。是的，这首歌是谢谢，是我，就是两重天哥哥给我们推荐的，他说你唱这个，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咱我走吧，雪秋吧。兄弟们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说，我这词儿都被你们抢光了，我这。今天没有玩，没有惩罚到你，心里总是不是点儿滋味儿。这首歌叫《金蝉子》，是对面主对面。回吧，不要太过想念。最后再送你三个字儿，标准的河南话。你取秋吧。哦，这是河南话是吧？对。好，会一下吧。黄金搭档啊，多了一个字儿，四个字儿。你取秋吧。谢谢，感谢感谢，太给画面了，家人们。谢谢咱们所有的大哥大姐、兄弟姐妹。榜一百，咱们完胜拿下。取秋吧，啥意思？就是去一边去吧，就是去一边子去吧，就这个意思。谢谢我九哥，谢谢喜哥，谢谢 UQ 啦，谢谢无奈，谢谢托天哥、婷婷、刺头哥、伞兄吧，那野兄吧。谢谢我们的海鲜使者，欢迎咱们的老朋友。师傅去找小鱼妹嘛？你啥呀，霞哥？我刚连完他。全网一半都学会了。对，远隔千里，你身处在他乡，苦苦滋味。学了个新词儿，就是去一边子去吧，这个意思。弯弯月亮，思念它有多长，你是否也会把我去。谢谢我海鲜使者，谢谢哥。无法忘掉你旧时的模样，想你的心伴着淡淡忧伤。今天找汉武帝找不着他呀，跟八戒的秋婆雷一样经典啊。秋婆雷，秋婆雷，每次出现在人家眼前的时候，总是给人家带来一种冰清玉洁的感觉。谢谢夸奖。美人美人不虚传呐，今天又好看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！我每次感觉一连上你啊，就有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。是吗？而且老感觉你比我高太多了，高大。你多高啊？你感觉我现在看出来我有多高？一米七八吧。错，1.72米。真的吗？你真1.72米吗？对，真的。你呢？啊，我1.78米。
还有没有天理了，兄弟姐妹们？我说每次连到他以后，他怎么那么，哦，那么长啊？原来他1.78米，1.78米不会影响跳舞吗？为什么会影响跳舞啊？就是就是会影响，经常跳着跳的，我的脑袋就出了屏幕外面了，就看不到脑袋了，这种。哦，呵呵，不会缺氧吧？不会，我以为你跳着跳着脑瓜子缺氧了呢。不会，上面空气特别好。啊，九哥说影响接吻。哎呀，九哥，这个事儿就咱不用考虑了。估计人家以后找，最少找你像你这样的身高，最少得找2米的不？差不多吧。所以目前还是单身，就是因为找不到2米的。你说我把我腿敲断再接上一节接到2米，你觉得我行不行？有点吓人了。那不那敲断成假肢了。我要见了你，我得踩着高跷。嗯嗯，没有没有，我1.7米，后面那个八是1.7米吧。哦，1.7米啊，对一个女孩子说1.7米也不矮了呀，是吧？也还行，你穿上高跟鞋有1.7米吧。稍微穿点高跟鞋，你得7.75、7.76的。对对，差不多。嗯，对。哎呀，几天没有见冰美人了，这冰美人还是那样的，还是老样子，冷艳无比。没有啊，我都这么热情了。你应该保持你的冰美人的状态，就是。冷艳的感觉。好多人后来进来我直播间，就进来就说一句太冷了走，太冷了走，就所以说一句太冷了走，然后我就瞬间觉得啊，我做了什么？我这不是过来给你温暖温暖吗？啊，其实我也不冷，其实就让我温暖你的那颗心吧。嗯，你能温暖了吗？问题是我咱们一起练玉女心经吧。嗯，不行，我们家大哥不同意，我们家榜上的人不同意。哦，对对，是的。那咱们俩游戏一把呀。行，你说完什么？欢迎笑笑。我开播一直在跳舞，然后我看到你过来我就接了，好多人连我都没接。你太够意思了，真的。还是咱们冰美人给这个面儿，你要输了的话给我们走模特吧。走模特？因为你这么高么、啊、我们看看你到底这种大高个子走起模特来那种。那模特得穿上高跟鞋吧，我就穿了个舞蹈鞋丑。对啊，你也不一定输啊。哦，是啊，我也不一定输啊。是吧？你要是输的话，你就穿上高跟鞋，你就从后面夸夸弄10个造型那种。嗯，10个造型六个吧。6个造型啊，这对你来说我觉得不难吧？啊对啊，没有，我没有当过模特啊。问题是个儿高啊，从来没当过模特，我不知道那要怎么走。好，没有新歌，好吧，我输不了。对，要自信一点。完了完了，这个海口夸出去了。我嘞？那你输了，你给我们那个来个你的绝活怎么样？好，他们说你绝活特别多，一定要是真的是那种绝活。还没开始呢，谢谢我们有心的。这大哥上哪儿找去？这好大哥上哪儿找去？就是聊天也不给人家一个机会，哥你太狠了。一定要是你的绝活哦，然后就对面的家人们，他就是我们玉帝哥哥的绝活是什么？你们来我们直播间说一下。对。你点吧，待会儿点啥我就来啥，行吗？点什么来什么。哎，比较拿手的。嗯。啊，那我们就闭麦喽。我们打总榜还是打榜五榜十加总榜还是榜五总榜？就总榜吧，简单一点呗，5分钟吧，不是？好，行，可以。哎，好。啊，那我们闭麦了。哎。
Yukula， 谢谢您的支持，谢谢 Yukula。他会炸雷？真的吗？谢谢咱们上榜的哥哥姐，我九哥说了，今天下午咱们是洋气了，九哥。但昨天下午就是，好像一直被拿捏。欢迎我酷酷哥回家，感谢酷酷哥，谢谢酷酷哥回家，又勾搭上了。这个词儿用的好啊。谢谢酷酷哥，谢谢九哥，谢谢小鹿哥，谢谢咱们亲爱的宝掌哥。对面没有闭麦，挺好的。家人们呢，尽力就好。咱们输赢要一个气氛。谢谢我小鹿哥的奥利给，谢谢我小鹿哥给的大灰鸡，谢谢小鹿哥，感谢哥的支持，谢谢。今天是良辰吉日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哎，今天待我掐指一算，属于咱们的好日子来了。以后咱们第一把无论输赢都放好日，都放那个开门红。唐僧又要娶媳妇了，我就算了吧，这个重任就交给你吧，你去娶吧。八戒很会溜，我要还要跟我的老恩师八戒学习。谢谢笑笑，感谢笑笑。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哦，五四青年节，八戒喜欢双日子啊。对，你这话说的太对了，八戒娶一个我挖一个。嗯，只要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，紧跟他的脚步，他娶一个我就挖他墙角，挖走一个。不能手下留情，一个都不放走。谢谢许仙，感谢师傅不撩不舒服了，谢谢谢谢，没事偷着乐啊。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，开心就好。兄弟姐妹们能帮衬一下的话，咱们一起来守一守。家人们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，还有一分多钟，家人们好的飘香，一分多钟，兄弟们咱们能守的话一起来帮忙守。小娘子这么豪横吗？小娘子，冰美人就是冰美人。对面好几个大哥，对，兄弟姐妹们，咱们家有画面就行。感谢哥哥姐姐们，有画面就行。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让哥哥姐姐们辛苦了。谢谢家人们。还有大哥，嗯。做女人挺好，冰美人好客气。对，家人们咱们尽力就好，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尽力就好，咱们有点小画面就熬力给家人们啊。谢谢大哥大姐们，天灵灵地灵灵，期待着哥哥姐姐们帮衬帮衬行不行。谢谢大哥大姐们的加油，感谢大家。谢谢哥哥姐姐们的支持，辛苦了家人们，辛苦大家了。谢谢谢谢谢谢啊，冰美美人好厉害，是的。谢谢小鹿哥，谢谢九哥，谢谢酷酷哥，谢谢心动，谢谢喜哥，谢谢我们的这个是星儿吗？这个字应该念星儿吗？谢谢笑笑 ，Yukula，
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家人们呢，咱们家也非常的给力了，相当有画面了，哥哥姐姐们，兄弟姐妹们，拜托大家，咱们给上榜的家人点点关注。说你跳舞女类特别好，要不你跳个舞女类。舞女类还得换衣服。女儿国，女儿国，女儿国是啥呀？是舞女类吗？哦，女儿国是啥呀，孔小哥？女儿国就是女儿国是啥？就是边唱边跳，女儿情嘛。鸳鸯双栖，嗯。我们也可以，那也可以。好嘞。好，考沙哥说了个女儿国。行，那就哥哥说了，咱就依着哥哥，咱来一个女儿国。女儿国那段。对，女儿国那段。对对对。那可以。那我是不是得演一下女儿国国王？那太好了，那你要能演一下，那就太好了。那我有点不太会演呀。没事儿，我就唱的时候你都配合一下就行，稍微的带点那种古典动作就行了呗，反正舞蹈是你的强项啊，对不好、嗯、对，叫女儿请来，我把音乐给关了。陛下，贫僧心意已决，一心去往那西天拜佛求经，还望陛下早日发放通关文牒。陛下，你就从了我吧，把文牒发给我吧，我有事儿。陛下，之路千难万险，陛下，你有这份情谊已经足矣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们再续前缘。陛下，小僧就启程了。悟空，把为师的白龙马牵过来。师父，师父，我的马儿都瘦了，
师傅上马，师傅悟空，悟空，我们西天去也，叫叫叫喊叫他表演的太精彩了，我觉得我配合不上。他的表演太精彩了，我觉得我很多余。我取经回来了，又遇逆儿国。又遇逆儿，然后就不打算走了。哎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哇，真的你太厉害了，唱跳搞笑全部都可以，真的太牛了，太牛了。哎不，对面也挺好的，主要是咱们这个咱们类型不一样，您是主要是以跳舞为主，是吧？没有，其实我也挺想搞笑的，但是我就不搞笑。那没事啊，慢慢的都习惯了。其实我以前也不搞笑啊，以前我直播都是这个样子的。谢谢我口哨哥，来啦，坐会儿吧。歇歇脚再走吧，贫僧多谢您的支持。再见。好的。哎。那怎么现在就怎么就搞笑了呢？我遇见了我的老恩师啊，我徒弟把那个骚浪剑发挥的淋漓尽致，我的紧随他的脚步。八戒，哦，八戒是你的师父吗？不是，我得跟他学呀，他是我的老恩师，嗯。老恩师。对。但是你这学的你这挺好的，你这怎么就能学成呢？我就学不成。可以的，冰美人，你放心，你也会慢慢的学会的，嗯。是吗？放松。我觉得我就放松，不带这细胞。不。放松就可以了，嗯，好，那个你给我们展示展示不？稍微的，方便不？展示啥呀？舞蹈啊？那你不说，咱俩刚才配合一下，我跳女儿情，你唱女儿情。哦，对，也跳了，刚刚，嗯，跳了两下，发现没意思，跳了。那你看看，那你都你不能半途而废啊，是吧？你比如说我你的表演太精彩了，比如说我上白龙马的时候，你在后面抱住我的腰，咔搂住，玉帝哥哥你不要走啊，你跟我一起撩起来嘛，那长头发也好看，你夸夸夸咱俩一顿撩，你这不是就来效果了吗？这不是，嗯，不行，我怕口哨哥把我拽下来。不是直播，他就是一个玩嘛嗯、啊，对，玩必须得玩得开，我不太玩得开哈。没事，挺好的，嗯，那我就回去了。好嘞，明天见，下次再见。哎，恭送陛下回宫。好，再见。拜拜。不一样，类型不一样，家人们，人家是以跳舞为主，咱们是以搞笑为主，家人们，是吧？是不是哥哥姐姐们，咱们每天都带着大家搞搞笑，热闹热闹，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，嗯。刚刚我说了，咱们以前直播真不搞笑，家人们，我呢，我就一直就是在家里就是唱歌，也不搞笑，从来不搞笑。后来慢慢的才搞笑。以前也是一本正经啊，我也是一本正经啊。
谢谢谢谢大家啊、哦！42级的大哥，是是是是，口哨哥，口哨哥给力。咱们没有企业文化了，咱们没有企，咱们有企业文化呀，去秋吧。八戒是球趴雷，咱们是曲秋吧，都带个球嘛，都是一本正经的泡妞。师傅学好了还是学坏了，你感觉呢？企业文化是亲一口，尤其和于西的表演。好了，谢谢。哦，八戒是亲一口，咱们直接拜堂，咱们以后直接拜堂，就临走之前必须得把那个拜堂的曲儿放起来，不拜堂就死缠烂打不让走，这样行吗？哥哥姐姐们，下一位。谢谢我酷哥哥，感谢我酷哥哥。给汉武帝的效果好，谢谢谢谢啊！佳慧你要火，感谢你的支持。这样家人们啊，咱们就先不连了，家人们，为啥呢？每天下午呢，咱就是2个小时，为了保证晚上的直播效果，所以呢，下午咱们播的时间比较短。谢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。5点多了，大家伙呢也要用餐了。谢谢我九哥，谢谢我酷酷哥，谢谢喜哥，谢谢巨龙茶叶，谢谢释放自己无奈，托天大哥，婷婷，刺头大哥，窝窝头，最帅 CC 手机用户，君哥哥，还有等等等等上榜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家人们辛苦了，我要吃点东西补充点能量。下午就2个小时的直播，家人们，为了保证晚上的节目效果，家人们啊，所以呢，晚上是咱们的主场，8点半不见不散。感谢所有深爱我的，下播了，家人们。哦，感谢你们默默相守。晚上见，晚上见，家人们，晚上见。下午呢，咱就是2个小时，为了保证晚上的这个效果呢，咱们，8点半和大家共度欢乐。我就下了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去秋吧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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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散了家人们，散了，大家伙用餐愉快，